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就是站的腿麻了，起不来了。你先起来。走路小心点。这理由也太瞎了吧。那我先走了。我知道送他什么了。学长，这有人吗？没人。哎，好巧，你也是来学习的呀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来学习的呀，我最喜欢学习了。下周还要继续测试，我们去拿试卷吧。一会儿。好。陆苗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来陪我哥学习。哦，我们年段第一也需要人陪啊。哎，谢子怡。嗯。学长好。这是什么？哎呀，这是谁的卷尺？不是你的吗？嗯，绝对不是啊。那我一会儿送书招领啊。先走吧，马上上课了。